在家里。跟家阿伯有去。你有这些话的哦？跟家无营养去哦。家己的家啦。无你的吼先借我食，等我领完钱哦，我请你。好嘞，多谢多谢。哦，你看叶志成是真戆还是假戆啊？看叶志成吃冰吃干的，我嘛就想你吃。你的公司这部今嘛完全停起来，看起来是真的。要唔过是真是假，交出以后才会知影。慢慢啊，姐。嗯。我去便利商店给文清做。嗯。对。过两天，过两天，下岗去哪里？哦。哦哦哦哦哦，冰淇淋，刚好吃。你敢会记得阮是啥？我敢白人啊！我是你公司的董事啊，你袂记得啊？而且吼，资料需要你签名啦。啊，等你签了这些资料，才有多价钱转互厂商。嗯，你不是是要骗我啊？你袂哪安尼讲啦？我只系你的董事啊，来，我只要够咱合作的。另外。你甲名签签诶，签了以后公司赚钱啊，你就有一大堆冰淇淋会当食啊。冰淇淋哦，好，来，阿伯想想，叶志成，你叫叶志成哦，是你叫叶志成。哦，就派你了。叶表阿姐，丁冠杰曹，哦，曹志同。看你的手下，来。你别动！干嘛？我诈骗集团了！慢走！快走！我弄嘛！这是跟那枪炮！爸爸，当然不要给我小朋友了。叶志成，冰淇淋啊！不要紧，我这个要你吃，你要吃多少有多少哈。